件就是宽松宽版的，所以它很适合就是休闲运动，或者是你喜欢比较浮夸欧尼风格女生，你可以买这件。它整件就是很宽松舒适的，完全宽大，含粒棉，棉的没话说，而且它是使用女孩们最喜欢的豹纹 logo， 超美的。这个垫肩我刚刚讲走浮夸路线，它不会让你的肩膀很硬邦邦，它就是有一个落肩的效果。这个是花灰，看到了吗？一个是纯白，一个是花灰，所以你喜欢完全亮白的你可以买白色，如果你想要带有一点质感你可以买这个花灰色。然后垫肩完全是软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居然家的垫肩也洗不坏，它就是全走软料式的垫肩，后背是完全走宽松舒适的全白的。然后你看它整件是宽的，所以啊你知道这一件啊如果你想要绑起来也超好看，而且它是走出来就有气场度，但是是显瘦的，不是让你走出来就是感觉很壮哦，它是显瘦，整个手臂修瘦了，这种是一个穿搭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